算呀，今天做不成老公娘，给他吃顿好的吧。我都看见了，林林扣了个空盘子，他想套路我，没门。待会儿你就吃你的空盘子去吧。酒一定太好喝了，什么都喝不过。好喝是吧？好喝。现在彤彤就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零糖，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。完犊子了，又上当了。哎呦我的妈。你这个糟老头挺坏的很。先让我做底线，来成功第六。哎呀，今天表现不错啊！嗯，那我给你做点吃，都给你备好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回味一梦家的鹌鹑蛋，这一盒呢大约有40盒左右，可五香和两喜两个口味，甜淡适中 ，Q Q 弹弹，特别入味，还不用剥壳，一口一个，真的是太过瘾了。链接呢我就放到视频的下方，咱们喜欢吃的姐妹们都一来尝一尝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放链接吗？套路一下老子。你这个糟老头挺坏的很。我居然背着那般小动作，不行，我得照照睫毛放那样。你这个糟老头，看我待会怎么治你。哎呀，真香啊！
吗？难道是贝塔发现了？捡娘们可不想好人了。好吃。